呢次推介嘅酒店位置非常方便，市内大部分嘅景点、shopping 点全部都系喺十分钟徒步圈内，两至四分钟就可以行到去札幌嘅 JR、地下铁同埋巴士站。单人房细细，每晚最平924蚊港纸，真系仅仅够位打开中型嘅 keep。床身咧就够细阔，有140cm， 仲有可以调校角度嘅电视机。茶壶同埋水杯就收喺柜桶入边，床头同书台都有插苏同埋 USB 嘅插电线，仲有可以着灯嘅连身镜。虽说房细细，但系设备就非常齐全啦。